亚杰，我临时需要去高雄，甲客户参详订单的代志，可能明仔载才会回去。我伫饭店遇到吴信泰先生，甲姜甲少奶奶蝴蝶两个人足亲密的，这件代志你敢知影？闪开啦！吴信泰，赶紧火车，紧，那我开啊！名声有歹啊，我当然知啊。你免烦，那我紧等下我的心情。我知影，你就是江永团，我的身躯顶有恁爸爸一条魂，跟我合作。在当保护你所爱的人唯一。这是事业为兵，真正有人打我卡手。你好好回想一下，你手的血，阿哥有拿着血手干呐？你若是蝴蝶出门的时阵，你就攻击伊啊！你想要别个家己来提了，伊唔肯，所以你才对伊下手的。客户一定想办法，和你的孙爸的面头前好好表演，阿无哪有机会甲罗家峰拼一下输赢的。敢问吴信泰，跟蝴蝶苗缘跟你关系？过程哦，我就免加讲啊。你决定要安怎，才来跟客户讲答案好啊。您今麦电脑爱去找陈东俊下落，因为伊看起来对蝴蝶死无多接受嘞。这些拢是我的报应，拢是我的报应。你真正甘愿一世人做一个失败者？你是我陈忠诚的后生，你就已经注定这世人无可能是一个扶不起阿达。因为你永是我跟你妈妈心目中上优秀的后生。